各位老铁，各位车友啊，大家好。最近呢，这个网上流传出很多这个关于浪琴湾啊，这个越野圣地，里面的那个满地垃圾呀，还有什么石头涂鸦呀，这些影响极坏的这些问题。然后刚好老田呢这两天有时间，然后准备过去看一下子啊，看能不能把这个处理一下子啊。咱们准备出发。一瓶是那个洗碗水，这个是天那水，然后他们说这个化清剂也能洗，我这个我也带了箱，然后睡布也带上，连夜出发浪琴湾。浪琴湾啊，还有160公里到了啊。浪琴湾，浪琴湾啊，到浪琴湾了啊。啊，居然和老表偶遇。老表祝你啊。浪琴湾，我们这次来和老表主要就是把这些浪琴湾的这些垃圾全部给他带走。慢点助理，慢一点。哇塞，助理可以啊，穿个拖鞋。还怀有2个月的身孕啊，以后这个儿子生下来不得了。来浪琴湾啊，这里怎么还有个被子？我的天哪，这是在来露营的吗？露营露完了之后，你老婆你都知道带走，副驾你都知道带走，这个被子干嘛不带走呢？浪琴湾谁的亏啊。老表，你刚才说啥？这里有一窝瓶子，快！一窝瓶子，一窝，哇，大的小的，还有个亏。哇塞，那不发达了？哎呦，发达了！来，全部给他带走，老表。哎，发达了！这地方没有人知道，对，发达了。今天，我跟老表俩在浪琴湾捡瓶子，发达了。2020年9月份。9月份，就是前段时间才丢的，还有个头盔。哎，你说你们把头盔也落在这里了，也丢在这里了。哎，小心！然后你们这么多水瓶、生活垃圾也给它流浪去了。很单纯，复杂的是人类，谁把谁当了真的好玩的神？老表。二姐，捡出去，我们拿出去换酒喝。买海鲜。对，买海鲜。买皮皮虾，买大龙虾。OK。买澳龙、青龙。对。一条，走。一条龙啊！来，给他带着，全部打包带着。把水倒掉嘛，水倒掉。往里面塞一点，帮我们装一下，或者要不然再搞一个袋子装，全部给它带着。哦，今天有酒喝喽，老表。发财了！浪琴湾这么多瓶子，早知道我们早一点来嘛。以后我们定时定量的来啊，过一段时间就来浪琴湾捡矿泉水瓶。我靠，这里面都白色的什么？有我靠，牛奶吗？我其实老表，我建议啊，这些车队啊，那么多车队组织过来玩浪琴湾，应该设立一个基金会。对不对？我不是设立基金会，我觉得我们这些，应该就是这些车队偶尔也要组织一场这样子的活动，过来就是当浪琴湾的清道夫，来清理一下这个浪琴湾这些生活垃圾，对不对？我经常见很多这些车队组织这种活动来浪琴湾的，但是我从来没见过哪个车队啊过来浪琴湾里面把这些生活用品呢、这些之前这些车友丢了这生活用品呢、这些生活垃圾啊给他带走，从来没有这样子过。我来玩车的都是有钱人，他们都不差钱，是不是？差不差钱是另外一回事，对不对？最起码咱们的这个环境大家来爱护嘛，对吧？来，老表，这里还有一个红塔山。来，还有个红塔山也给他捡起来。咦，这才刹车过来，你偷红塔山呢，老彪？刚才我捡了一个华子，还有个头绳。你哪个副驾头绳掉了？哪个副驾头绳？头绳掉了。走，咱们继续走。哎，这里还有几个，老彪，这里，来给他全部带走。发财了！我
这一趟来出去，我估计搞一瓶茅台应该没问题不大。谁的肥牛？还肥牛？这还要谁的汽车备件有没有也丢在这里了？上啊！爬嘛，爬上去嘛。哎呀，这两区呢，说实在话，在这里浪琴湾确实不好爬。关，你看，哇塞，这些车是怎么上去的？哎，老表，拽我一下，来拽我一下，我靠，上去不了。来来来，小心，来拽我一下。小心一点！哎呦！老表！哎！我去！完了！没事吧？哎呦！别受伤了！哎！我操！没事吧？行，还好没事。来，把那个瓶子带上来。我操！你说这些车是怎么上来的啊？哎呀！我不穿拖鞋，我刚刚开始去我就上去了。嗯，这都是。这人吃饱了太可怕了啊！人吃饱了太可怕。你说这个人吃饱了真的太可怕，你要这么高的地方，要把那个车开上来。哎，等我一下，我这个有了。给我拿油啊！走。没上来吗？我操，这么滑哟！我走这边吧。我走这边。哎呀！那里还有一个，这个大，哎呦，这个大，这个一个顶俩，这两毛，这里还有一个，哎，老表，不是，这里还有一个拖车绳那个袋子，还有一个皮，那全部给它背着。来，简单拿到，很简单。什么叫一个合格的越野人？轻轻的来，不丢下一片垃圾。老表，啊。红牛罐，哎呦，这搞得跟背着两双棉被进城打工一样。哎呀，给点个赞吧，老表。这瓶子，起码在浪琴湾两三年了。两三年。今天给他带走。带上。浪琴湾，这么多越野标签，把这些越野标签也带走了。看，满地的垃圾，满地的生活垃圾。我只能尽我力所能及，我只能带走这么多了。希望以后你们组织活动的情况下，也顺便组织个活动，把这些生活垃圾给它带走。蓝天白云，看田哥如何把在浪琴湾
啊，南方虎克之路捡的这100个瓶子，如何丢到他的两门版的北极四零后备箱？我去，无敌后备箱啊！这后备箱也太大了吧？这，哎，田哥，啊，这后备箱也太大了吧？可以吧？我去，没毛病啊！该说不说的，这两门版的四零后备箱是无敌呀、啊！我的车停在里面了，漂亮，垃圾不落地，浪琴湾更美丽，赶风战队，我去，看这衣服了，赶风战队的，浪琴湾出来了，给它清理了。走回东莞了。